还有我们今年的金钟奖的终身成就奖黄义雄先生。来，镜头看，你看阿翔人缘不错吧？光这几个咖都吓死你了，对。还有，还有，哦，你看到没有？打招呼一下啊！中一大集合，中一大集合，好不好？今年歌坛的新人叫白云了哈。谢谢谢谢，啊谢谢，新年快乐，姚元浩。哇，这蜜蜂姐姐，蜜蜂姐姐。